我是彼得鱼 Peter Fish AK 杭州好少人台北宋冬野，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节目企划，这次彼得鱼要邀请到他的团员超级好朋友 DJ Boss AK DJ 生命之水，喝两杯了。跟你讲，我这个兄弟没什么才华，歌放的一般，但是呢，他曾经在超一个人喝下31杯这个东西，31杯啊！原本我们团体喝杯双煞，今年是打算要这个世界巡回的，13年半，想要横跨纽约、东京，一路杀回来台北小巨蛋，没有想到竟然遇到了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就变成失业兄弟哦，加起来大概已经失业了第三个月，每天都在家不知道要干嘛，好可怜，可怜，可怜。好可怜哦！失业兄弟原本我都在中国大陆，对啊，给做很多那个巡回演出的工作，之前做晨曦光狼啊，那我懂你意思啊。后来做过法兰黛、南瓜泥、草东、落日飞车、森林、Hush、宇宙人，但是最近就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哇！所有 rapper 跟乐团好像都巡回不了，结果现在失业，每天都坐在这里，只能看着我可爱的胖胖。对啊，我觉得。失业真的很不习惯，就是原本每一天就是起床都有一些事情可以干，就现在哇，没人起床，只能在我家抱着我的熊猫娃娃，他看我，我看他，他也不会动，他也不会讲话，超级生气，感觉真的人生好惨。其实做一个 tour manager 真正的工作，其实就是包山包海，什么都做，必须得要了解每个城市跟每个城市之间怎么移动，然后包括场地要怎么预定啊，设备要怎么租赁啊，甚至小到便当要怎么订，然后车要怎么搭，或者是怎么照顾大家的心情，然后甚至你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强壮的手臂，才可以搬动很多别人搬不动的东西。对，负责跟场地沟通啊，然后要跟艺人啊，跟其他的合作单位要协助沟通，这样帮助演出可以顺利的进行。这个好兄弟 DJ 胖胖，他之前都是一直在颜色帮很多艺人放歌，他最近3度失业，因为他原本在上海扣放歌，然后他在上海租了一间房，他只租了2天，可是他每天都在缴房租，我觉得好惨。对啊，最近我失业，我就每一天都看他在干嘛。前阵子他有介绍我一个工作，我们去帮那个蛋堡任性的人啪啪卖衣服，然后他是我店长，我们做得很开心，我们每个周末都生意爆满。后来蛋堡说怕那个疫情太严重，所以我们又失业了。对，第三次，对，天又收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处于那个三度失业，失业在家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Hello， 在家打电动，我最近在家都在学怎么 freestyle， 但是因为我没有 battle 的对象，我就把我的最爱的熊猫娃娃摆在我面前，我忘了带他来，然后我就跟他 battle， 我就一直骂他，他也不会回我，我就觉得好孤独。所以我最近又迷上做厨艺，就买了那个郫县豆瓣酱，还有辣椒，我最近都在做那个麻辣香锅，我要研究出全台湾最好吃的麻辣香锅。记得搭捷运跟搭公车都要戴口罩哦，买不到可以跟他买哦。啊？花钱啊！我后面把它剪了，没有，记得要那个去登记才能买哦。然后酒精要多消毒，然后不要乱跑啊！我是你最爱的彼得鱼 ，Peter Fish AK 杭州好少文台北宋冬野，再介绍我最爱的兄 DJ Boss AK 生命之水防毒杀手，拜拜。现在你们正听到的是来自尤安顺孙尤安的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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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 大哥 Gordon， 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解两个我认识完全不喝酒的人唱了一首关于喝酒的歌，不像我们两个什么歌都不会唱，但我们两个很会喝酒。他是我兄弟 DJ Boss AK DJ 生命之水，在操场喝了30多分钟。Yeah， 模糊的感觉像醉，如果清醒代表就已经退了，那程度算是相对，是谁不弄是非， I'm worried about nobody， 我也承认自卑，才让酒精牵引带我逃离，
直到扭曲框架，直到失去方向。从什么时候开始，直到这个当下，慢慢变成习惯，直到快不成人样，直到全世界都与我为敌，又怎么样？残留到下礼拜五，浓度高到会被逮捕，思想跳跃像被逮捕，自以为理智的时候其实并不理智，最后一杯反复几次，特别的慢我不抵制，到特别的晚给我什么启示。 I'ma take it slow, I'ma take it slow, 顺着 hold, I'ma let it flow, I'ma let it flow, 我的声音 wanna make it glow, I'ma make it glow, 有谁是听众 I'ma let you know,也不管那个谁谁，更不用那个谁来奉陪。面对镜子里是焦是瞳孔，把时间都冻结。又像忙啊扛啊，其中一种在跟自己送别。那上瘾滋味像中邪，脚步跟影子重叠。我闻着空气像是在悲伤的浸泡，那就泡到视线再不再撑到一大清早，像只活着现在，明天顶多挂个病号。今晚就像是这样定调，像记号记下的 reason why I dream